共鸣，这是大死神，但是我做上牌桌就是 MVP， 上下自摸，几个不齐的桌，出牌让你头晕难捉摸，要不就冲一个，不要说，跳着吧，大神。欢迎收看《挑战吧大神》。好，欢迎观众准时收看《挑战吧大神》。这一集呢，同样由黄乔欣跟我一起为大家服务。好，欢迎观众会踊跃报名参加我们节目。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2-8793-5802，也可以上我们的粉丝团报名哦。好，然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参赛的。第一位呢，哎呦，我们网络红人超老师赢走了我21000啊！今天挑战第10的卫冕。老师 ，Hello， 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开心吗？好哦！哎呦，你从南投是自己开车来吧？对啊。哇，车钱都赚回来了啦，有钱。车钱、工钱都有了啦。真的好棒哦！谢谢。他跟他同一期的来了两次，就来了两期都没有赚到一毛钱啦。19岁的大学生呢，忘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欢迎我们超老师。谢谢。哎呀，接下来哇，这位的头衔太多了，又名制作人了，又是名歌手了，又是名。漂亮美女，哎，名媒名门之后啊，来欢迎孟庆儿，梦梦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哇，这个这个叫音乐人啊，对不对？能够上我们节目，我们啊，音乐人也要打牌啊，也要打，要陶冶性情，打麻将是很正常的娱乐，而且我们边打边唱歌，是啊，一同哎一同十八兵。好，来欢迎梦梦哦。来，第三轮欢迎黄奕晨。哎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哎呦，我们是 LA Boys 啊。对。啊，黄奕晨、黄奕行啊，黄奕什么？那个黄立。哦，那哦，那黄立啊。对，就是奕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我是故意想，你以为我真的把他认为是啊？啊啊，奕晨几岁啊？27。27啊。看起来也好像大学生的样子。啊，有在上班吗？有，现在正在上班。在做什么？在工厂上班。在工厂。哦，哎，看起来就很腼腆。对，害羞害羞。对，这个男生不错啊，可以交往啊。来，欢迎我们的黄奕晨。最后，哎呦啊 ，Felisa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Felisa。这是哪国语言啊？西班牙。西班牙。Felisa Lenio。Felisa Lenio。正确人要怎么念 ？Felisa。Felisa 而已啊，没有一些什么弹舌音。没有。那为什么想取个西班牙名？因为想说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。说的也是。真的没听过完全。要不然女孩子就什么什么 Amy 啦 ，Apple 啦 ，Lady 啊 ，Angela 啦。对。你们大概就这些啊啊 ，Felisa 常看我们节目。对，所以想来报名。对，好，看麻将打得好，好不好不知道，上了牌桌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四位。来，马上是我们东风三缺一。好，马上就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了啊！这是我们的卫冕者啊，一回生二回熟，已经熟悉这个战场。对啊，三位啊，刚刚梦梦也来过了啊，奕晨放轻松。他真的好紧张啊！紧张啊！来，你们好，就像我们叫朋友，大家聚在一起打麻将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有姐姐哥哥陪你，多好啊！来，老师，老师，起妆了，哎，起妆了，那不等等什么？我也不是我，是你。卫冕者都是郎装的，15。来看四张牌，庄家超老师的牌，孟庆儿，奕晨，法丽莎。好了，超老师请出菜，西风。南风，西风。你们自己没有在打牌的时候，两只手可以上来整理牌。好，东风，哇，北风，北风。下一个想要打东风是不是？东风，八风，南风。东方被猜对了，发财，一个白撇儿，九条，黄忠，九条，吃一个，吃起来。
碰一个。哇，这七笔那么尖，用碰的。一桶。小鸡。还是你开始用棒？好啊，你先起个头，大家就会跟着跑。梧桐，给我一张好牌。柳桐，六七八张，一样六桐。嗯，梧桐，跟着当挡。嗯，二桐。这样就是好玩在这里，嗯，六条，三六九条，一条路，十一张，抽一个，七条，没事，发财，哈，三条裤，换。哦，还来放炮！胡萝胡萝，哎呀，胡萝胡萝，对，对，还倒下来，他听多早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们全部都还吃两三张牌，他都听了。嗯，哎，五八条都没有了。对啊，可以翻吗？当然当然当然，生气的。是，三张，没办法，知道摸到的，算了。听多早。而且三条外面已经打了两张了，他在摸来放炮，你看看，所以啊，听得早不如听得巧。庄家独定，讲。东风三缺一第二把，来摸摸庄家，加油。十二，好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梦梦的牌，一拳，玛丽莎。东风，可以打外面，你家前面太浅。对，南宫，小溪，东风，我四个都不太会开玩笑哈，哇，打得好认真啊，拼家产，八条。声音也都很温柔。甜的，五桐，等一下哈，五桐，这个我那个可以，对我碰你。好，四桐。给大家施加点压力。小小关刀，小心哦。小心哦，施加一点压力哦。五张哦，七个，八万，干嘛干嘛？嗯，这个麻烦大哥哥。对啊，输了吗？吃出来，先吃出来。有什么好啊？有什么不好？他摇头，犹豫。嗯，哎呦！哇，牌这么漂亮，怎么了？一层，抽一大口气，开心可以说出来哦。谢谢。五条，舒服也可以说出来。舒服。吃回来。啊。四万。服了，服了，来打下来，终于，嗯，啊，哎呦，他猜四万，嗯，啊，这个牌没办法，嗯，我想对到，但对啊，没有算那么准呐，嗯，啊，反正四五万打嘛，好了，所以就庄家牌，东风三缺一第三把，来，玉成你庄家，你不放炮，你可能就赢了。我不放炮，哎，你不放炮就东风就过啦。那我就自摸一下。
好，更好。七吹，拿来看四下的牌。庄家一拳的牌。Valisa。Valisa 加油啊！超老师。好。梦梦。梦梦虽然放了一炮，但是呢，他还活了一把。嗯，还算安全。一个小万。哇，一万。一个小东东。小东东。先跑吧。小东东。西风。碰一个。让你再摸一只。小红。红中。南风。你干嘛？不是不是，我把。第二张叫虎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九头。九头。红中。快快。小万。北风，纸条，纸条，小鸡，吃一个，哇。有啊，犹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怎么了？我以为你在犹豫，原来你在放空啊。对，我在思考。好，三条，一条吃不到，睡个觉。哦，有睡觉，睡觉再吃。哎哎哎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哦这边。哎，不要乱睡啊，乱睡要付钱的。要负责。三条，四，五。哎呀，哎呀，八条好了。九筒。三八。八九。七条。吃一个，好吃，好吃一直吃，然后打一个五条，万，九筒，倒，白皮，碰一个。好久了，好。真的。十万。四万。吃。吃。打一个，我先吃完。二筒。六条，六条，打一个，四条，哼，五筒，五筒吗？嗯，确定？你胡了吗？把它喂饱饱啦，哇，喂四张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挑战吧大神！
把它喂饱饱啦。哇，喂四张。哇，很合啦。好吃，只吃了。你是吗？我来。你是啊？你是什么？你要是丢另外一个呢？是，心里也没事，选错，我倒下了，要回家了。哎，没牌的，好，选错了，别吃嘛。那这四笔要是没打的话，你也没有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嗯，不错，我该选七筒了。当然，没有人要打中间张的，是哈，哎呀，我错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独辟西风。这样好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，现场报告试驾的分数。好的，我们蔡老师呢现在是5700分，然后我们梦梦呢现在比较危险，4200分，我们的奕晨呢是5000分，那我们的呢法丽莎是5100分。这一来一往，你看看，本来法丽莎是成绩最差的，真的。那这一来一往，像梦梦是4200，啊，差奕晨呢。800分，一层都没放吗？都没干什么？他可能东风就过关了。我就说到我们节目来打麻将，不是说一定要每把都胡。对，你不放炮，你可能就过关了。先取得门票再说啊。最后，黄先生，庄家，上。11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法丽莎，蔡老师，孟庆儿。庄家蔬菜，蔬菜蔬菜，蔬菜帮你补了。哦，对，很长满的牌。南风，南风，西风，西风，东东，碰一个发财，碰一个，想帮忙哦。甜的，是这样。哎呦，甜的，吃不到。北风，就再碰一个。哇，都你们两个玩就好了。再甜，七条。哇，七条，四九九。红中，碰一个。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开机我。红牌，来拿回去。雷劈，碰，干活，碰，有加入的感觉了，雷锋，天哪，猜了吗？三桶，三桶，三桶。那么小心的啦，打牌哪有每一张都那么小心的？嗯，害怕了，你是说很多的很多人粉丝在看是？不要就不要包袱了，五包吗？太重了。哎，请问他超老师是教什么？啊，他没有，他不是教什么，我什么都不讲。他就是自己教自己老师。喂，这个不能吃。看你多会的。假会，你看看，小鸟，我为了放这个炮，啊，放了，没有了，好，那么容易啊？你觉得一条好打吗？一条不见得好打。我又要来冲牌喽，哦耶，五筒，五筒，一定要吃，不吃不可以，不吃，不吃是对的。吃了会放枪，想想，很多变化哦。六号，一个万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好，到了，啊，到了啦，看到吗？多会，寡劳，还说多会。刚刚摸这张进来的。
哎，你看看，扯了，扯了吧，扯了。六万有没有人要？六万，要，这就他要碰而已啊！你紧张什么呢？他吃了三饼，啊，听好不好？一四饼，吃三饼打六万，听一四饼，啊，不要听。是一四饼，一四饼剩下最后一张啊，也剩最后一张了。哇！对吧？对嘛，强对。我怎么知道他们里面还有没有啊？合理吧？好，你会打牌啊？不是吧？合理。红中二花，倒霉两台。对啊。啊。怎么这样？所以呢，我们这样算下来，谁淘汰？还是默默啊？哦，因为刚刚超老师有5700了。对，最高分的刚刚。对，刚刚他最高分。嗯。所以默默呢，4200被淘汰。耶！感谢呀。来，南风逆转胜。好，南风逆转胜。现在呢？最后一把反过来了，本来是他领先，现在变你也领先啊！你赚了5700的这个我们这个5700的攻击性的分数，好，现在李庄家开门。十三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一成。维萨，曹老师，小心，我的小星星，出车。西风，南风，东风，恩打南风，九条，一颗。北风，六饼，不知道。对啊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二条，8000。出现了，来出现。好弄，我这怎么打？我哪敢教你啊？你先给我啊！是什么啊？吃兔，4条，刚刚不是一堆4条了？那都吃兔没？9条。5条，还有一个，9条，第一个，4饼，哎，下的哪？下小雨，下小雨，4条，啊，朋友。哇哇，怎么可能？我给你多倒了，是不是？7条，你要换算。啊，没必要，没意义，不需要。可以，8条。起来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挑战吧大神！起来！真的，8头。2颗，6铜，再盯我，2万，
是这么刚好。我八筒小东子，我以为六筒。哎呀，你这牌怎么我都试不到？哎呀，黄的机会很大，全抓死。对啊，应该是抓死了啦，我估计。丢了一个四五六，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丢那么多桶。放出来，放出来。国民，我呢？当宝。我觉得百分之八十是当真。自摸。啊！真的会打哦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来主持好了啦！啊，哇，你怎么会打牌？哎，为什么我的牌全都被打？牌倒下来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把牌对死了，想都知道，到时候没有出来，不可能的。双三花的，哇，四摸，四台五台。好，南方逆转胜的第二把来，来，他四摸，现在你多扣一台，啊，你们分数只一直差个两百分。来，弗丽莎，嗨，帮着。好，十一，好，来看四号牌，庄家 Felisa， 高老师，王小新，王奕晨，来出菜，小南，曹老师一摸又摸了，加起来累计9000亿了，哇，南风，那东风南风到现在已经15000了，今天又是25000，来跟南风，怎么又那么高了？对啊，你很会摸的，那今天决战北风北，我不打了。啊！我不打，谁打我吗？可以保送啊！小白，你是保送我们是吧？奖金你不要了，白皮。保送我们这个不错，红中。红中。刚才。成功，你看，给我个机会吧。不要给个机会，二条。公分。一颗。过水碰完，八个条，9万，没有人要，是不是？我敢吃起来，四条，四条碰的，一个饼啊。声音都太小声，你声音都太小声。三条，三张，连三张，哭哭了，这连着的，我吃不到，猜错了。
哇，八万，碰一个，九万，九万他倒下来，随时换牌的人。嗯，来看一下，耶，摆开。有个真准哈，啊，还好啦，注定一台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的第三把，现在是我们超老师庄家。啊，最重要的是 ，Felisa， 是你跟黄奕晨两个又会被淘汰哦，因为他刚刚第一把就摸了一把，要四千多分了，啊，所以你们两个要拼。但奕晨刚刚又胡了一个一台的，啊，超老师庄家。哦。漂亮，十四，好，来看四号的牌，庄家超老师，王乔欣，加油啊！王一晨，Lisa， 加油！来，马老师，一峰，没人要的啦，南风，花。东风，一点都不能分心的吗？怪怪的。是啊。吃你个大虫去！哎呀，破坏门庭。轻一点，一捧，一声声音要大一点。好，有个男人，有个声音可以顶八倍大。八万还是十？八万，拜拜。哎，东方，我没有送。一条，二筒，九锁，不要，又一个洞，六一，西风。六万，七个八筒，这么多八筒，三万，九万，西风。锁，嘿，二比，吃一个，这么好，三选，小白，右手，五四。有一比，安全，安全，花，还有五张花，九万，花，八，什么时候可以打花？
万。你下车啦，不会吧？下车打一万。一万不见得好下的牌啊。八顶。危险了，危险了！拼起来四条，没事。咚咚，都是。哎呀，西风，快点进来了啦你！嗯，进来九万。红中一台，好了，最后一把王乔英庄家。我的十一，大家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王乔英。王英成要加油啊，落后九百分。莫丽莎，加油！超好老师，他是我们过关的了啊，来出菜。先来个东风吧。风。吃北风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南风，酒桶。不知道怎么玩，你吃了那么多了，还不知道怎么玩。点，我给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好。走，别乱砍啊！无敌。王中。八条。吃一个，八条，吃一个，嗯，在，四条。吃兔一条，喂一个，拜托，谢谢。七万，喂，哎呦我，北风，怎么这么遥远？想红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，拜托，拜托，进一个，王总，我不要再讲话了，你讲这些东西。一成，最后一把喽，落后九百分，还在门清，实在想喂你，都是一堆字哦。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挑战吧，大神！一成，最后一把喽，落后九百分，还在门清。实在想喂你，都是一堆字哦。你不定牌的话，你就活不了，八万就会输了。你是义无反顾的。嗯。一成是不会打是？三条。太多了，我有点乱。
太多搭了，是不是？这么羡慕。我。你这五级，你八千四，你挖你脸什么？不要挖你脸了，我假假啦。给人家一点赚钱嘛，就给我假就好了。好了，你走，你走。好了，你先走。先走了，六万了，好吃啊。九万。记得加油，精神上支持。四桶，九桶，有何意义嘞？三级嘞，不要你八饼。看你牌咯，一人剩四张牌，你不要怕了，一成，是你怕了，你要是输了，你最后一把牌管什么？一万，还有什么不能打的？五万，像弗丽莎就可以考虑，她可以下车，因为她赢你九百分，你是不能考虑的。这怎么样？越早听越早能够胡牌最好。哎呦，老天爷！最后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机会，八饼。这个机会很大。很大是不是？很棒，很棒哦，各位小心了。哎，老天对我真好。三条。七条。解救大家了啊！意外，起来起来！发财！发财！我丽莎打黄就赢，四条。一声打王就输了，有啊。好，一声有没有听？有。哎呦，最后一张没有了，难了。难了。发财。好了，可以摸。你还可以摸啊？你打哪一张就错了。来，牌倒下来，四七饼，还有一张。去哪了？还只剩一张啊？不是，我说你。我说你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牌，耶耶耶！是我啊，还有一张牌。打错。这边，哎呦。哎呦，怎么办？就是我。还有三张哎，各位。除了这一张是你摸。对，这个我的，这个我的。哎呦，拜托给我自摸了。没有，没有。三张的机会，加蒙黑奖金扣一点。对，拜托。哎，一张出来了，没事，还有两张。还有两张。我在下面，我在下面，又一张，又一张，还有，我看机会不大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有，还有一颗啊，还有一只，没有，没有，哎呀，排第一，拜托拜托，老天保佑我，哎呦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，各位，不拿让曹老师这么嚣张拿一堆钱的啊，来，来，这张是你的，来，一二三。哎这个留起来就虎了。哦，对，这么多万子在手上，多好转的牌。太多了，我听不懂，看不懂，看不懂。太多了。二五八带三四万。哇，二五八带三四。二五八，二五八带三四万。五个洞哎。没关系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了。好了，所以一神淘汰还
来，西风冠军战。好了，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啊！现在累积的是14100，14100啊！我立才有机会啊！曹老师是我们卫冕者啊！嗯，谢谢。谢谢。打我们这个麻将，因为是为了让观众朋友看，其实放在一起，你可以把它稍微分一分，但是也没有那么难呐。好，麻将也不过才16张，开门。走啊！对，漂亮。七，我来看四下台，王家超老师，王乔西，我怎么老是做你下家？乔乃林，阿丽莎，不菜。东风，哦，没有，真打东风，大家发财，发财，跟发，哇，哇，你哥，好，嘿，每次都选错，东风，山东人哪里选错？白皮，帮我必须得提供。小南，哎呀，我万，南风，八条，谢谢，好吃，好吃，小白。1万，哦，九条，小鸡，白板，石头，可以。甜哦，吃不了，吃不到，不好意思，还有西风，半条，八个圈圈，吃啊，8万。3万，甜，太甜，六饼啊，合同，哎呀，西南的，北的。6万，交炮，交炮，8万，起炮，哭，二筒，哎呀，四个字，红中，满的都是字。对啊，正好下家可以。无所谓，我们靠自己，靠别人。起来啊！哭哭，胡同。10万。好。哇！哦！高级吃蛋皮，还可以不得了啊！话都不会说了，卡他妈窝里马不得了了。哎，我都打，他这很重，他不看不还不错的啊。不要取笑考试的人好吗？我考试呢，你看。哇，真漂亮。漂漂亮亮吧？哎，还平湖，你看到没有？好平湖啊。
没有了，我们这没有平五。好，四摸就没有平五。好啊。人情一摸三，好，庄家四台。好，西风冠军战第二把，哇，这一把扣的分数高哦。啊，这个会哦。很怪的。现在是黄小金庄家。来，再来，再摸个一把吧。换枪吧。八点，来看四张牌，庄家黄小金。徐乔玲、阿丽莎，加油！超老师，好了，这次我要先丢这个南风，东，跟东，八场一，东方。你呀，银波，你是二嫂，小北，好，红中，花，小白，重的，声音比大。动作很大，二万，来红中，那一紧张那个思绪就乱掉了，哎，还是你跟他打牌，太年轻了吗？对不对？太年轻了，二万，不够沉稳，慌，那你就太奸诈了，对面的多贼啊，超老师，怎么了？他很沉稳，我怎么了？老贼，过于沉稳，老贼包。我觉得我的牌很奇怪啊。来皮，来皮，来不要叫牌哦。一同去郊游，一同去郊游，换一个。我才打哎。拿出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超老师刷牌。这不中。刚刚还在气一件事情。我你嘞。不错啊，下来吃不到啊。嘿。好，可以，就给我进来。进来做，深了。不要你嘴巴。哎，我刚才的恩公我就把它打掉。六条。七个。八条。十，碰一个。四饼，甜有甜，爆了。七碗，七，七条，咚咚。二万，又是二万。哎，哎，对对对，发财，不想拿就是发霉，这样都被你发现。九万。一个，啊是啊，对，要要要，好，那
给你吃。我故意的。这个三万。手都快磨破皮了，发财。三条。二条。九万。我操，自摸。真的假的？我说这没换牌的话，四五五了。哦，好，我刚刚已经动了一点。他不是刚刚才打四平吗？没有啊，不是刚打。没有啊。真的打五了。我刚刚是单调。嗯。对啊，我两斤就停了。对，而且一直在那边错过，你看。一四在三六。我打二万的时候就听了。你打二万就听了。对啊。我比你更早。没有了，没有。怎么？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好，一台。好，星光冠军战的第三把，来哦，我们中奖了。两张。十一，来看四号牌，中奖，徐乃莹。玛丽莎，嗨，曹老师，王乔怡，一个人玩，开始就一万，七，小南，红中，跟打小南，西风，小北。东风，一，红中，大字，真的呀，五笔，最后摸字，嘿，啊，七个，二条，二条，有喊有唱，啊，五万，有喊有得吃，你们两下差500分啊。嗯，抓住你！哎，八筒，好险，还没开。哦，八条。西风。哦。八万。来吧。存心嘛，这个好，就你啦，七八九啦。讲话可以讲慢一点。就存心啦，七八九。
是吗？你不是要慢一点的，小北。没有比较好。没有比较好。哇，可以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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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讲可以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周斌，姐姐，成功啊！双四花自摸，三台四台。好，西风冠军战的最后一把，弗利萨尔摸的这一把，现在分数是8100，哇，你是2700，相差5400，立刻逆转，三台自摸，所以你要排没有花没有那个台数的话，你就要门清了，不要吃，啊，门清一摸三才能够反败为胜。好嘞，弗利萨尔庄家，好，开门，开，13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庄家弗丽莎，加油！曹老师，王乔欣，加油！徐娜莹，不错。小北，10000。哇！一开始就这样子，啊、谢谢，感恩感恩。下一个三花没有用，小北一定要门清，一笔。挖吧，可能在它下面可以吃不少，真的吃不少，要一直吃，不好意思啦，你就先走了吧，9万，南风，你在养我的，小红，你牌好啊，你不打不行啊，姐，重点是我吃得到啊，跟你拜拜。东风，小白，接二，霸道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挑战吧大神。再吃，倒抽一口冷气，倒抽冷气，一口冷气，这么厉害啊？对，可以抽到冷气啊！很冷的空气啦，来。哎呦，你现在一直吃哎，你都吃冲动，看到没？结果他唬你，对呀，小白就唬你，我就对不起你。起来，我试试，再吃。还好，吃苦了，吃啦吃啦吃啦！我牌很烂，就是要靠你养我，真的麻烦呢。8条，想都没想到，这个牌真的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哈。一想都想不到吃得到这些东西，吃4张，这些东西真的很。放我了，哦好，8万。算了啦，刚才弃赛了，还是差赛。运动加精神，运动加的精神。我不要乱打。美风，他还不能，他还不能糊了，他非自摸不可。4比。5比。20。小小声的在。八，还有这么不要乱打，代表他应该已经听了。早就听了。早就听了。加油！机会又少了，完了。8条。八条。不要乱打。不会乱打了，南风。现在好闷哦。3条。振作。振作。不要乱打。不怕。不
到最后一小万，在这里。来来来，发了，发了发了，遇到了，发了。嘿，不要乱打，不要乱打，但我留他没啥意义。现在超尴尬的。二饼。三万，你也不怕，你放话我放了、啊，反而是好事。嗯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没事啦。还少你喂我一顿。九饼。怎么这样？五饼。我想知道你要什么。七万，选错了是不是？小北，我乱打，哎，拜托你，八万，五万，错了哦，柯，大饼，能吃啊？对啊，吃了你就没有三台啦，那根本无所谓啊。对啊，这样到基本才有机会嘛。哎，你几分鞋？一方。九饼，到现在打不进。走。期待。三手。发一个。不要乱打，拜托你。不要这样讲，我的牌我也不想乱打，二万。八条，几啊？在念到底都不来呢。三万，不来呀！壁虎，恭喜啦！啊，我们超老师淘汰。何律师啊，来决战北风北。好，决战北风北。哎呦，恭喜何律师啊！哎，我一把没有想到啊。对。哎，今天最后你是坐在这边的。我们一四七，大家都好厉害。一四七米，你看他进多少啊？过了都这么多水啊，还是没有办法摸到。来了，两万两千二，用骰子开门。可吃可破啊！十二，这边。家捞底，抓个门牌，决战北风北，两万两千二，来看两家的牌。庄家法丽莎的牌，法丽奶，法丽奶，小鬼，怪怪的。来，出菜，出菜，小万，我可以看，但不要出声音就好。二米，十。猜一二万，春鸡，一个饼，九饼，两个条。且慢，是一只九万，糟糕，三三，哎呦，好像做了什么大坏事，没事，二条，小鸡，用四条打一条，被发现，六条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挑战吧大神。
万万。我的路线都一样，可以可以。他算是赚两万四，对不对？两万四还两万六？两万五，两万五千一。今天两万两千二，啊，还有一局一万多，我今天输了八万，一万六千多的。今天我们录了四场，哈，好了，没关系，反正哪里都要去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大家开心啦啊！当然大家开心，啊，我们欢迎观众朋友踊跃报名来抢钱。对，要报名了，来抢个球，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2-8793。八零二，快来哦！好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晚安，拜拜。